啊，像我们这边已经灰，那我们这边有一个灰，那这边我，那我这边有一个刚刚恢复，那我们这边刚刚有，那我们这边有一个刚刚恢复的影片档案，目前是应该是档案损毁啦，虽然有档案，那这边我有一个影片档案刚刚恢复，那这边我有一个档案，那这边我有一个档案刚刚恢复了，它现在无法打开，打开了它就是一个黑屏，然后告诉你说，哦，我们现在无法播放这个档案，我们来试试看，我们修复功能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事。我们就点选影片修复，把我们的影片拉进来看看，看看有没有办法把这个结果恢复失败。What the fuck？OK。